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，缤纷娱乐现在开始。周深天地为念发行一周年，愿有生之韵与你共诗篇，好听。歌曲天地为念，喜欢周深的小伙伴们都知道这首歌发行一周年了，特意写一篇文章纪念一下，应该又是单曲循环的一天吧。周深的歌曲魅力无限，无论介绍他的哪首歌曲都要听好多遍，听着听着情感就有了，文字就这样出现了，有种喜欢无法用言语完全表达，太多夸赞的词语都无法满足对他的喜欢，就是这么优秀的周深陪伴着我们前行。天地为念是周深为国漫天宝扶摇录演唱的主题曲，天地为念，扶摇驱魔，宿命剑在弦，让人想到国漫中的人物，少年胸怀大志，步履坚定，为正义而战，为长安带来光明。周深控领幽怨，温柔的声音为听众描述了大唐盛世驱魔少年们的扶摇之旅，他们心中抱负远大，拥有少年人独有的魅力。歌曲旋律温柔清新，周深的声线细腻温柔深情，给听众带来温暖。歌曲的伴奏曲调悠远，又有多种乐器的配合，让整首歌具有浓厚的中国风，又包含一种肆意洒脱，这又与驱魔少年的侠义搭配，越听越好听。周深用歌曲给听众描绘了大唐盛世的景象，少年初入时的内心状态，不负人世间的决心，他的一字一句都带有浓厚的感情，让听众不自觉进入自己想象的空间。即使没有看过国漫的听众，脑海中都会有各自的脑补情节，周深诉说故事的情感共情力太强，听歌犹如听故事一样，少年们的决心，少年们的情感都通过歌曲传达出来。悠扬的古风旋律与周深独具特色的声线搭配完美融合，周深的嗓音穿透力感染力那么强，让人回味无穷。愿有生之韵与你共诗篇，很多时候小编都会为这么喜欢周深而自豪，这种喜欢超越了情感，写下自己的内心感受，夸赞他鼓励他就感觉很幸福，怎么会有这么优秀的歌者，无论哪首歌曲都能让人共鸣，喜欢都让人念念不忘。周深云长羽衣曲发行三周年了，我的爱恋竟如此的明显。歌曲云长羽衣曲，不知不觉这首歌曲发行三周年了，云长羽衣曲是周深为手游云长羽衣献唱的首发主题曲。听到这首歌的歌词是不是很有感觉呀，它由著名作词人方文山老师作词的，词曲极具东方诗意，周深的独特嗓音用深情细腻的声线演绎，特别有韵味。小编听到这首歌曲脑海中就会有很多山水情景出现，特别美好，置身于深秋霜降的写意山水间，听一场年少情痴的红尘往事。周深用空灵的嗓音缓缓讲述着故事，随着旋律升华，他将故事强化，随着声线的变化，让听众感觉到起伏的感情色彩。歌曲中的戏腔特别惊艳，完全不一样的嗓音从他口中展现，那么熟稔，那么专业，他总是给自己多的挑战，为了完成好的效果，不知道私底下又用了多少时间反复练习，这段戏腔真是好听，特别突出，又与歌曲完美融合，太厉害了。周深的歌曲总有他独特的魅力，无论哪一首歌曲听他演绎出来感觉都不一样，这首歌曲也是小编一听就钟情的一首歌曲，词好曲好唱得更好。里面有句歌词小编尤其喜欢，我的爱恋竟如此的明显，有人说听一个人唱歌时间久了会感觉到腻，对于周深的歌永远不会感觉腻，没想到我的爱恋竟如此的明显，分对谁吧，对待周深真是心中的永远的神，那么努力，那么认真，那么优秀，那么厉害。周深被蹭热度，粉丝不淡定了，新造型出炉却被手臂抢风头，6月26日的微博热搜可真是有意思，刘宇在跳化身孤岛的鲸，看看这词条怎能让人不生气呢。事情原委如下，化身孤岛的鲸是一首歌的名字，并且这首歌还是周深成立工作室之后特意买下的歌曲，重新编曲只为给生米一份最特别的礼物，但是今天这个词条却抹杀了这首歌真正的主人，
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化身孤岛的鲸是舞蹈的名字呢。除此之外，再来看看这相似的画面，虽然两张照片的主角是不一样的，可是动作却是极其相似的。同样的侧着身子，同样的睁着眼睛，并且同样的名字，很难不让人多想。当然，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，早在创造营的舞台上就出现过一次，如今这种情况又出现了。如果这首歌可以配上舞蹈，也是一件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情。但是能否标注上最基本的信息呢？部分媒体为博取关注制造话题，这是常有的事情。发展到今天的周深，终于可以体会一把行走的流量的感觉了。以前总有人嘲笑周深蹭某人热度，今天生米终于可以骄傲地说一句，我们也是被蹭的受害者。昨天花西子品牌发布了一段小小的视频，视频中的周深身着古风服装，化身翩翩公子，但是网友的关注点却在周深的手臂上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大家以为能见到一个素颜的周深，但是没有想到不仅没有见到，还没有看到在自己脸上卸妆的周深，但是却有幸见到神秘舞台的造型，这也是意外之喜。看看网友的热评，我以为他会直接把卸妆巾糊在脸上，结果卸的是手臂，白期待了。宝贝的胳膊好光滑，居然看不到任何毛，深深白嫩嫩的手臂好可爱，肉肉看到想咬一口。还有的说，周深，你个死宅，为什么会有肌肉啊？说起来，粉丝的关注点也够奇特的。之前只要是工作时出照片的时候，都在关注周深穿没穿打底白 T 或者是手指甲，生怕他给咬没了。有的人因为周深一个笑容就入坑，喜欢他身上的这份纯粹、干净，就这么简单。喜欢一个人并不需要什么理由，手臂、指甲对于有些粉丝来说是酥点。周深用自己的努力，终于在娱乐圈有了一席之地，这个过程是艰难的，所以粉丝格外珍惜。任何不利周深的行为，大家都是不愿看到的，只希望这个善良的小男孩可以。吃瓜不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您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，拜拜。